房子怎么建吗？像这个一样，一个一个的搭起来。那我们一起来见证好吗？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我身后这座舒适漂亮的房屋，大家猜猜用了多长时间建好的？一年、半年都不是。这座舒适漂亮的房屋从基础完成到精装修交付，仅仅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能以这样的建设速度完成出来的房屋，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这座房屋能在100天内建成交付，得益于其采用了轻钢结构的装配式建筑技术。其原理就像搭积木一样，在工厂内会预先制作好房屋的各个轻钢构件，检验合格后运输到施工现场，直接装配成房。该建筑具有建房周期短、结构可靠、环保节能等优点。这座房屋不仅在建造时能减少施工现场的空气和噪声的污染，作业的方式比传统的砖混建筑能减少70%以上的建筑垃圾，而且在使用时也能够做到清洁能源、零碳排放。这座房屋的屋顶结构与传统房屋有很大的差别，其实这是将光伏组件以瓦片建材的形式置于房屋屋顶，用逆变器将太阳能产生的直流电转化为交流电，按照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所产生的电力不仅可供日常生活使用，剩余电量还能卖给国家电网获取电费。与此同时，太阳能光伏发电也是一种新兴的可再生、无污染的清洁能源。光伏建筑一体化虽然便捷灵活、环保节能，但居住起来真的安全吗？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生产制作轻钢龙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轻钢建筑的背后是一套工业化的生产流程，选用高强度冷弯薄壁 C 型钢，自动化、连续化、高精度化生产，使轻钢龙骨达到毫米级误差。制作完成的轻钢龙骨会被运输到建筑工地进行拼装，通过高强螺栓与抗拔件连接彼此，再用地螺栓加固，建筑力学性能好，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的地区，可抵御70米/秒的飓风，安全性、舒适性更好。墙壁部分由轻钢龙骨内嵌保温隔生棉和两侧的结构板组成，冷弯薄壁轻钢密类体系的墙体有着超薄的墙体厚度与强度质量。房屋铺设内外保温材料，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性能和隔声效果，符合国家建筑节能标准。根据建筑的不同类型与面积大小，有的房屋在几天内就可以搭建完成。通过 APP 实时查看建房过程，而且可随时查看光伏发电情况，了解发电收益。那么我们建筑光伏一体化有什么优势呢？建筑光伏一体化能够让绿色人居更加贴近广大的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通过光伏发电又能让农村老百姓自主地实现光伏养老。建筑光伏一体化将是广大农村的一道绿色人居的美丽的风景线。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出现将户用光伏和轻钢建筑两种绿色产品叠加组合创新，既符合了国家
美丽乡村建设的战略导向，又能做到能源供给和居住舒适感的完美融合，将成为广大农村地区老百姓建房的新选择。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石墨烯新创意。好冷啊，风好大，我现在在雪山脚下，这里常年积雪，温度好低。虽然我现在在室内，但是我身上这件衣服即使在雪山之巅也可以保持温暖，因为它是石墨烯发热服，再冷的严寒也不怕。这是真的吗？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刚才一段有趣的短片仅仅给大家展示了石墨烯发热的衣服，实际上石墨烯的产品更是琳琅满目，新型石墨烯更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走，跟我一起去瞧一瞧。喂，姐妹们，来我家汗蒸啊。来啦。相较于传统的汗蒸房，这款石墨烯家用汗蒸房显得格外便捷，无需预留水位，只需要插座，无论是在客厅、卧室、书房都可以轻松使用。石墨烯远红外汗蒸房按照内置石墨烯发热模块，可以对身体进行全方位照射。石墨烯发热模块在通电后，电子沿着电流的相反方向，从一个碳原子跳跃到另外一个碳原子上，在跃迁的过程中会产生波，穿透人体表层，作用于深层机体，激活人体细胞，加剧产生热能，使人体内的血液流动性加强，促进代谢。为什么这款汗蒸房无需加水就可以发热呢？因为我们这个汗蒸房使用的是石墨烯发热板，石墨烯是一层二维碳纳米材料，它具有优良的导热导电效果。我们正是利用石墨烯这一优良的导热导电效果，制造成我们这个家用的汗蒸房。然而除了汗蒸房之外，石墨烯新型复合材料的运用几乎遍布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我给你买了个石墨烯的足浴桶，每天晚上用它来放松你的腿部，把脚伸进去，并且啊，使用的时候还不用加水，点击开关就可以了。哟，好舒服啊！石墨烯足浴桶采用石墨烯远红外温热疗法，发热体工作时产生5.6至15微米的远红外线，能360度立体供应热能。再配合足底仿真按摩，能轻松缓解腿部不适，还具备等离子一键净化功能，做到有效杀菌、消菌、除臭。这个石墨烯发热护腰贴合腰部设计，并且还可以调节松紧度，缓解腰部压力。内置石墨烯发热模块，发射出与人体内的细胞分子振动频率接近的8至15微米远红外线。还可以智能控温，做到温和热敷，保温的同时促进血液循环。这个石墨烯的发热护膝啊，你们两个都能用。石墨烯发热服在前胸、后背及腰部三大区域可同时做到控温保暖，采用智能控温模式，随意选择身体最舒适的温度。由于石墨烯的制备非常不易，且得到的只是纳米级的石墨烯片段，因此制作发热产品时通常会加入银浆，形成稳固的电路，来达到石墨烯远红外的热效应目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石墨烯的身影，无论是家里的地暖，还是会发热的强化，或者是这些智能穿戴产品，都离不开它的存在。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款安全舒适、可精准控温的穿戴产品，
那石墨烯远红外的穿戴产品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可以随时随地带给我们温暖的呵护。